91，拿下这场比赛，在新庄体育馆主场面对领航员的3连胜，加上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这两季在主场还没有输给过领航员。We have to really trust on the basketball that we got. It's not about skills. It's about trust. 跟技巧没有关系，跟信任有关系。要信自己。Every single week of practice. 我每天都在大家训练。But everybody have to really believe and keep prepared. You know Yao Ming? I know Yao Ming. Okay. That's why it's Yao Ming. Dunk Yao Ming. Yes. You can? 不错而已。如果说我们士气跟气氛掉的话，那我们就会每况愈下嘛。我们自己几个学长也有，就是帮球队还有桑尼啊、教练啊，都教我们说不用太担心，然后就是把自己状况调回来，把我们自己应有实力打出来，然后就会把我们该有的东西打出来，就会全力抢胜。然后我们自己状况，我们是觉得说越来越好的迹象，所以就可以会好结果了。30分的差距，在黄宏汉打出了
继个人生涯代表作15分、13篮板、11助攻的大三元带领之下，领航员拿下了开季的首胜。慢动水。他上场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讲说他差一点。coach 叫我就是把它完成，然后我就跟他叫我把它接的时候，我差一点动，然后说他感觉要麻烦大家，我可能欠小白一顿饭。通常往往胜利都是会等得很辛苦，可是我们就是很早就醒来，就是大家都醒来说我们该拿到这一胜，因为毕竟这一胜对我们讲就是对大家的努力啊、渴望之类的。